节目，要不要跟别人分享？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今天有个死孩子来的组合，他说是二年级班一位红子海，一位高子海，要带我们精彩的钢琴表演。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红子海，他要带原野跳舞仪式大钢琴，欢迎红子海，掌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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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一年五班的蔡怡轩，我们带来三首很可爱的小提琴的小品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
连世界级的大师都觉得很难驾驭的曲目，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就可以拉了。所以我们昌桥小朋友那个音乐的教育班，可是我们学同学不是只会拉琴，我们同学还有很多舞蹈上的才艺。下一个是三年班艾静同学，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，所以跟老师马上立正一下，马上。这个礼拜的小凯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了，我下下礼拜见了，拜拜。